来来，你会戴这种小的假睫毛？那个我以为是如云的耶，因为它很妖哎，那个假睫毛。我是嫁接睫毛，我对，我其实以前呢，就是因为会就是为了想要多睡一点，像是因为我们平常是你拍戏的时候，如果要种睫毛的话，你可能会花多30-40分钟化妆这个步骤，所以我就去接了睫毛。可是接了睫毛之后，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换季的时间，常常会掉。然后有时候像我一个晚上不小心揉个眼睛睡觉的时候，起来就发现我的一撮就没了，500块就不见了。但因为我自己在贴睫毛这件事情上，就是一直有点就是手很拙，对。然后我发现这个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天哪，太棒了！这样有这种发明，因为它是免胶假睫毛，就是我们通常呢就是要用那个白胶嘛，然后你要等它干，但是这个完全不用，因为它已经有胶在上面了。啊？对，好特别，你就直接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就是可以直接贴。它基本上它的胶只要不粘，就粘的时候你都可以重复使用。然后自己的睫毛还是要先夹一下。夹一下会比较好，就是会让它就是翘一点。我通常会先夹一下，然后会上一个打底，就是让那个自己的睫毛梳整齐。就是你把它夹的时候，不要碰到它那个胶。像刚对，像这样子，然后。再来眼头，然后就这样，很快，对呀，就这样，这样都不会掉，对，这样都不会掉，而且怎么卸你知道吗？非常简单，你就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真的的睫毛不会被你看，直接就把它拿下来，已经拿下来了，对，我已经拿下来了，然后就把它粘回盒子上。那这样一盒多少钱？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牌子在做这种东西，然后它大概从大概199-400块，这样一盒199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看到关键了，怎么了？佳玉，怎么了？这是你家狗吗？不是，那个是那个牌子。这会不会是宠物用的？哎，对耶。像我今天是素颜，然后平常可能你出去的时候，你可能什么妆都没有上，可是你至少眼睛是要有神的。对，有神的时候，你就是贴这样的假睫毛，这样贴贴。哎呦，好紧张哦。其实我打哈欠也不会掉。打哈欠不会掉，为什么会掉？喝热汤。水蒸气，不会，就是完全不会掉这样子。游泳也不会掉。游泳，我其实有蛙镜啊，我有贴一整天，从就是可能从早上大概6-7点开始贴，然后贴到晚上大概11-12点，它非常的牢的在我。是哦，牢哦，非常不错哎。就是你把它贴起来这样。这么黏会不会垮了还得洗？不会啊，垮啦。像我这样，我直接你看弄到自己真的睫毛，你看我觉得它拿下来超快的，你看这哎呦，就这样拿起来，然后它那个白白的胶，你只要不要碰到就贴回去。哦，因为它要再用嘛，对，它要再使用。这样其实我，所以它又把它粘回原来的那个胶条上面，原来的胶条，所以它就不能用眼唇卸妆液去。我应该会在卸妆之前先把它拔掉。对，你用眼唇的那个，它就会溶掉它睫毛上面的胶。可是像如果说像我平常贴这种比较自然的嘛，然后如果我是因为要上通告或什么的话，我就在上面呢就在贴就在刷睫毛。那如果那个的话，我就会只用一次，一次性我就把它丢掉。然后但如果是我像是这样，就是贴完就出门。然后可能出去买东西或跟朋友吃个饭啊，就不用刷睫毛胶的话，我晚上回来我就把它拆掉，然后放回盒子。很方便，而且它不会掉下来，不会上因为以前自己在粘那个胶水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抓不准它到底什么时候是有粘性。对，太白的时候就是湿湿的没有粘性，对，是全干的时候又粘又粘，对，没有它超方便。还有我对那个胶水会过敏，对，现在这样都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很棒的发明？不错哎，这个不错。老师可以吗？小布老师，你认为可以啊？我刚刚都说我都想买了。其实你看到为什么他在网络上卖？其实本身就是要提供给大家方便，因为你不用出门嘛，网络上订一订就好。其实包括像今天如云姐啊，还有像佳玉他们分享的产品，其实我觉得都是在方便大家的生活性。你看刷个口红，你就可以出门，就比较有气色。然后贴一下睫毛，又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有神。